主席、各位委员同仁，本院委员洪秀柱等21人，有鉴于3月11号日本九级大地震造成了一个复合型灾害的一个惨痛经验，那么对我们国家处于类似日本地震频繁的地区，也可能会面临同样的灾害。为了因应未来不可知复合型灾害的冲击，以及基于防灾救灾的事权统一、快速跟有效的原则，促请行政院应立即就法规面检讨《灾害防救法》跟《核子事故紧急应变法》等两个皆为防灾救灾属性的法，结合为一个必要性，另就防救灾运作机制面，促请行政院灾害防救委员会对各部会执行的相关计划，应该在建制前要求跨部会需求规划的确认，以及执行时期呢要求界面的整合，以及结案时期再要求成果的绩效考评等三个阶段的完整计划管理能力。我们希望本院委员洪秀柱等21人提案。